己甲申，公元三二四年至丁亥，公元三百二十七年，一共四年。晋明帝泰宁二年，甲申，公元三百二十四年春季正月，王敦诬陷周嵩、周与李托勾结，密谋不轨，因而收捕二人，杀害于军中。又派参军贺鸾到吴地找沈冲，把周札所有兄长的儿子尽数杀死，随即进兵攻袭会稽。 州闸抵抗战死。后赵的江兵都为石瞻侵犯下邳、彭城，攻取东莞、东海、刘霞退保四口。后赵四周刺史石生攻击在新安的前赵河南太守尹平，将他斩首，劫掠民众五千多户返回。自此以后，前赵与后赵结怨成仇，经常互相攻伐劫掠。河东、红农之间，民不聊生。 石生侵犯许昌、颍川，俘获人众上万，又进攻在阳翟的郭颂。郭颂与石生交战，重创石生所部，石生退走，保守康城。后赵吉郡内史石聪听说石生战败，奔驰救援，进攻司州刺史李举和颍川太守郭沫。均获胜。成汉主李雄的皇后人氏五子，妾妃所生的儿子有十多人。 李雄册立自己兄长李荡的儿子李班为太子，让任后做他的养母。群臣请求在妾妃所生的子嗣中选立太子。李雄说：“我的兄长是先帝的嫡亲后裔，具有奇才和大功。当帝业即将成功时，英年早逝，朕时常悼念他。况且李班仁孝好学，一定会继承祖先的功业。”太傅李香、司徒王达劝谏说。 先王们之所以必定从自己的儿子中选立继承人，为的是张明固定不变的分位，防止篡权夺位。看宋宣公和吴国余祭的先例，就足以今人知晓。李雄不听，李湘退下后，流着眼泪说：“祸乱由此发端了。”李班为人谦恭下士，行动遵循礼法。李雄只要有重大决策，总是让他参与。夏季五月甲申十四日。 张茂病重，拉着王世子张俊的手哭泣说：“我家世代以孝友忠顺著称于世。如今虽然天下大乱，但你必须继承家族遗风，不可或失。”并且下令说：“我的官职本非朝廷任命，为顺应事变而苟且自任，怎能以此为荣？我死的时候，应当戴着白色便帽入关，不要用朝服并练这天，张茂故去。闵帝时的使者史书留居在姑臧。 左长史、右长史马模等让史书授予张俊大将军，凉州牧、西平公，赦免境内罪犯。前赵主刘耀派遣使者赠给张茂太宰的名号，谥号为成烈王，授张俊为上大将军、凉州牧、梁王。王敦病情加剧，矫称诏令任命王英为五位将军，做自己的副职；任命王涵为骠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 钱凤对王敦说：“倘若您有不幸，是否将把身后之事托付王应？”王敦说：“非常之事，不是平常的人所能够胜任的。何况王应年轻，哪能承担大事？我死以后，不如放下武器，遣散兵众，归顺朝廷，以保全宗族门户，这是上策。退回到武昌，集中军队，谨慎自守，给朝廷贡献的物品无所缺废，这是中策。” 趁我还活着的时候，发遣所有的兵力攻打京城，寄希望于侥幸取胜，这是下策。钱凤对其党羽说：“王公所谓下策，其实正是上策。”于是与沈冲谋议商定，等王敦一死便作乱。又认为宿卫士卒太多，奏令停职三分之二。当初明帝亲近信任中书令温教，王敦不满，请准温教出任左司马。 温教便假装勤勉恭敬，治理王敦府事，时常私下出些主意来符合王敦的欲望，又与钱凤结为深交，为钱凤扬名。常常说钱凤满身活力，温教素来有善于知人、褒奖后进的美名。钱凤甚为喜悦，尽力与温教结好。恰逢丹阳尹的职位空缺，温教对王敦说：“丹阳尹守备京城，这种咽喉要职，您应当自己遴选人才充任。” 恐怕朝廷任用的人有的不会尽心治理。王敦颇以为然，问温教说：“谁能够胜任？”温教说：“我认为没有谁能比得上钱凤。”钱凤也推举温教。温教佯装推辞。王敦不听。六月，王敦上表奏请温教任丹阳隐，并且让他窥察朝廷动向。温教唯恐自己走后，钱凤在离间挑拔加以制止，便借王敦设宴饯别之机。 起身祝酒，来到钱凤面前，钱凤还没来得及饮酒，温教佯装酒醉，用手板击落钱凤的头巾，脸色一变说：“钱凤，你是什么样的人？我温太真祝酒，你胆敢不喝？”王敦以为温教醉了，把双方劝解开。温教临行时向王敦道别，眼泪鼻涕横流，先后三次出门以后又回来。温教走后，钱凤对王敦说。 温教与朝廷关系极为密切，并且与宇亮有深交，此人不能信任。王敦说：“温教昨天酒醉，对你稍有失敬，你怎么能马上就这样诋毁他呢？”温教到达建康后，把王敦作乱的图谋原原本本告诉了明帝，请求事先有所防备，又和宇亮共同筹划讨伐王敦的谋略。王敦听说后，勃然大怒，说：“我竟然被这个小东西欺骗！” 便写信给司徒王导说：“温教离开几天，竟然做出这种事，我要找人把他活捉来，亲自拔除他的舌头。”明帝将要征讨王敦，就此事征询光禄勋应詹的意见，应詹表示赞同。明帝于是坚定了决心。丁卯二十七日，授予司徒王导大都督兼领扬州刺史，任命温教都督东湾北部诸军事和右将军卞敦同守石头。 任应瞻为护军将军、都督,督前锋及朱雀桥南诸军事，任希建行为将军、都督护从御驾诸军事，又让宇亮领左卫将军职，让吏部尚书便任行中军将军职。希建认为有军制上的名号与实际情况无异，坚持辞谢不受，请求征召临淮太守苏峻、兖州刺史刘侠共同讨伐王敦。明帝于是下诏征召苏峻。 刘霞以及徐州刺史王粹、豫州刺史祖约、广陵太守陶瞻等入京师护卫明帝，屯军于中堂之地。司徒王导听说王敦重病不治，便带领王氏子弟为王敦发丧。大家以为王敦确实死了，都有奋战的士气。于是上书传送诏令到王敦的幕府，罗列王敦的罪恶说，说王敦专断的福利兄长的儿子继承自己。 从来没有宰相的继承人却不由君王任命的，这真是凶顽之徒相互讲耶，无所顾忌，志向凶残丑恶，窥视国家政权。幸好上天不让奸恶之人长寿，王敦因而毙命。钱凤既以奉承奸凶之人，又在煽动作乱。现在派遣司徒王导等率领猛虎般的军队三万人，诸路并进。平西将军王邃等率精兵三万。 水陆齐发，朕亲自统领各路大军讨伐钱凤的罪恶。有谁能够杀死钱凤，将首级送来，封为五千户后。各文武官员，即使是由王敦任用的，朕也一概不加过问。你们不要心存猜忌和隔阂，以至于自取诛灭。王敦的将士们跟随王敦多年，远离家世，朕非常怜悯。凡是独生子从军的，都遣返回家。 终身不再征用，其余的人都给假三年。休假期满回到朝廷后，都将与宿卫的士卒一样，按三分之二的比例轮休。王郭见到诏书，十分震怒，但因病情愈加沉重，自己不能任将出战。将要发兵攻打京师以前，让祭史郭璞占卦。郭璞说事情不会成功。王敦历来怀疑郭璞在帮助温教、雨亮，等到听说卦成凶兆。 便问郭仆说：“你再算算我的寿命还有多长？”郭仆说：“由刚才的卦象推算，明公如果起兵，灾祸必定不久将至；如果仍旧住在武昌，享年长不可测。”王敦大怒说：“你的命多长？”敦仆回答说：“今天正午毙命。”王敦于是拘捕郭仆，将他斩首。王郭让钱凤和冠军将军邓越、前将军周福等率领士众向京师进发。 王涵对王敦说：“这本是我们王家的事，我应当亲自去。”王敦便任命王涵为全军的主帅。钱凤等人问道：“事成之日，把天子怎么办？”王敦说：“还没南郊祭天，哪能够称天子？只管出动你们所有的兵力，保护东海王和裴妃而已。”于是以诛杀奸臣温教等人为由，给明帝上书。秋季七月，壬申朔初一，王涵等水军。 部卒共五万人，涌至江宁秦淮河南岸，京城人心惶惶。温教移兵驻屯河北岸，烧毁了朱雀横，用以暂挫敌方风头。王涵等人无法渡河，明帝想亲自领兵攻击，听说渡桥已断，勃然大怒。温教说：“现在宿卫的士卒人数少，体力弱，征召的援军没到，如果让敌寇窜入，将会危及朝廷。” 那时连祖先的宗庙恐怕都难保，何必吝啬一座桥呢？司徒王导送信给王涵说：“近来听说大将军王敦病重垂危，有人说已遇不幸。不久知道钱凤大家戒严，想四行奸逆不道之事。我认为兄长应当抑制他们，不使其得逞，所以应回军翻守武昌。现在却与愚昧无知之人一同前来，兄长这种举动。” 是以为能做成如同大将军当年所做的事吗？当初宁臣败坏朝政，人心不平，像我这样的人也心存万念。现在则不同，大将军自从前来屯军于湖，便逐渐失去民心。正直的君子感到危险和恐惧，百姓劳累疲惫。临终之时，将重任委托给王应，王应断奶才有几天。再说，凭他当时名望，就能承袭宰相的职位吗？ 自从天地开辟以来，可有宰相的职位让孺子小儿担任的？凡是有耳听说此事的人，都知道将要进行的这种惨淡，不是为人臣子者所当做的。先帝忠兴国家，遗留惠爱在民间；当今圣主耳聪目明，恩德便于朝野。兄长却想轻妄的起信作乱，凡具有人臣之位的，谁不为此愤慨？ 王导一门老小蒙受国家的厚恩大德，今天此事我明目张胆的出任六军统帅，宁肯身为忠臣战死，也不愿当一个无赖苟活。王涵不答复。有人认为王涵、钱奉的军队人数和战斗力都要强出百倍，愿城既小又不坚固，应当乘敌军强势未成之时，皇帝大驾亲自出城抗敌。西晋说乱党来是自纵。 势不可当，只能靠计谋取胜，难以立敌。况且王涵等人军令不齐，劫掠不断，官吏民众有鉴于往年被凶暴的掠夺资财，人人都自行守备。只要利用顺逆的情势，何愁不能克敌？再说敌寇毫无谋略和长远设想，只靠盲目奔突一战，旷日持久，必定会祈祷异士的心神，使他们的智慧和力量得以施展。 现在如果以这样弱小的力量与强敌抗衡，期望一招决定胜负，瞬间判别成败，万一有所闪失，即使有申包胥这样的人愿意赴难救援，于继承事实又有什么不易呢？明帝这才罢休。明帝统领各军出城屯驻南黄堂，鬼有初三夜间招募勇士，派将军段秀、中军司马曹浑等率领甲士千人渡秦淮河。 攻其不备，清晨在越城与敌交战，大胜，斩杀其前锋将领何康、段秀及段匹的兄弟。王郭听说王韩战败，勃然大怒，说：“我这个兄长只是个老奴婢，门户衰落，大事完了。”回头对参军吕宝说：“我要尽力起行。”随即用力起来，因气力困乏，只好又躺下。于是对自己的舅父少府杨建和王应说。 我死后，王应立即即帝位，先设立朝廷百官，然后再安排葬事。王敦不久即死，王应隐瞒不公布死讯，用席子包裹尸身，外面涂蜡，埋在议事厅中，和诸葛瑶等人日夜纵酒言乐。明帝让吴兴人沈真劝说沈冲倒戈，许诺让他出任司空。沈冲说：“三司是众人共同敬仰的要职，岂是我所能胜任的？” 李崇岩田正是古人所畏惧的，况且大丈夫与人共事，便应始终同心，怎能中途改弦易辙？他人谁还能容我？随即发兵奔赴健康。宗正卿于谈因病回家乡会稽，听说此事，从余姚起兵讨伐沈冲。明帝任命于谈兼领会稽内史，前安东将军刘超、荣城内史钟雅也都起兵征讨沈冲。 义兴人周简杀死王敦任命的太守刘芳，平西将军祖约赶走了王敦任命的淮南太守任台。沈冲率士卒一万多人与王涵的军队会合。司马固向沈冲献策说：“现在开始起事，但天子以扼守住咽喉要的锐气受挫，士气举落，相持日久，必然招致失败。如果现在破栅栏，开掘河塘，借湖水淹灌京城。” 乘着水势，动用水军进攻，这是上策。倘若凭借大军刚刚到达的锐气，集中东西两路军队的力量，诸路同时并进，我众敌寡，悬殊一倍以上，按情理必会摧毁敌军，这是中策。以召请钱凤义事为名，乘机将他斩首，归降朝廷，可以转祸为福，这是下策。但沈冲均不采用，故便逃回吴郡。丁亥十七日，刘霞。 苏俊等率领精兵万人到达建康，明帝夜间召见并犒劳他们，将士们各按等次均有赏赐。沈充、钱凤想乘着北方军队刚到疲困之机进行攻击，以为二十五日夜，沈充、钱凤从竹阁主渡过秦淮河，护军将军应战建威将军赵胤等人抵抗失利。沈充和钱凤攻至宣阳门，拔出防御栅栏，正要攻占刘遐。 苏俊从南唐侧面攻击，重创沈冲、钱奉军队，渡河溺死的达三千多人。刘霞后来又在清溪战败沈冲。浔阳太守周光听说王敦起兵，率一千多人赶来，到达后求见王敦，被王英以病重为名拒绝。周光退下后说：“现在我远道而来，却见不到王敦，他大概已经死了吧？”急忙会见其兄长周抚，说。 王公已经死了，你何必和钱凤同做叛贼？众人都很惊愕。丙申二十六日，王涵等人烧毁营帐，连夜遁逃。丁酉二十七日，明帝回到皇宫，大赦天下罪犯，唯有王敦的党羽不在赦诱之列。命令羽亮督察苏俊等人追袭逃到吴兴的沈冲，令温教督察刘霞等人追击逃往江宁的王涵、钱凤。 又分别令各位将领追捕王敦死党，刘霞部下军人不少，大肆掳掠。温教斥责他说：“天理是赞助顺应天道的人，所以王涵被剿灭，怎么能乘机作乱呢？”刘霞惊惶恐惧，下拜谢罪。王涵想逃奔荆州，王应说：“不如去江州。”王涵说：“大将军王敦以往与江州王斌的关系怎样？你想到那儿去？”王应说。 这是因为到那里合适。江州的王斌在他人强盛的时候，敢于坚持不同立场，这不是一般人能比得上的。现在看到他人遭受困厄，也必定会有恻隐之心。荆州的王叔循规蹈矩，哪能超出常规行事呢？王涵不听，于是逃奔荆州。王叔派军队相迎，将王涵、王应父子沉入江中溺死。王斌听说王应要来。 秘密准备小船等候，王应没来，王冰为此深感遗憾。钱凤逃到河泸州，周光将他斩首，自己赴朝廷请求赎罪。沈冲逃跑时迷路，错误地来到自己旧部江吴家。吴如诱使沈冲进入墙中夹层，于是笑着对沈冲说：“我可以被封为三千户侯了。”沈冲说：“你如果顾及往日情谊，保全我，我家必定会从后报答你。” 你如果为了私利杀我，我死以后，你的家族也将灭绝。吴如于是杀死沈冲，把首级传送到健康。王敦的党徒至此全部平定。沈冲的儿子沈进应当连坐受诛，同乡前举把他藏匿起来，因此幸免。后来，沈进终于灭绝了吴氏全族。朝廷官吏挖开王敦义埋地，拉出尸体，焚毁身上所穿衣扣。 百成跪姿斩首，和沈冲的首级一同悬挂在南横。西涧对明帝说：“以往朝廷朱戮杨俊等人，都是先施加官方的刑罚，然后听任私人殡葬。我认为王法朱戮表现公理，私人情谊则体现私交，应该听任王敦的家属收葬，在道义上更为宏大。”明帝同意。司徒王导等人都因征讨王敦有功，各自受到封赏。 周府和邓远一同逃亡，周光想资助自己的兄长，只将邓越抓获。周府发怒说：“我和邓伯山一同逃亡，你为什么不先杀我？”恰巧邓越到来，周府出门远远地对他说：“你还不赶快离开，现在连亲骨肉都将加害，何况他人呢？”邓越调转船头而逃，与周府共同隐匿于西洋蛮中。第二年。 明帝下诏赦,赦免王敦的门党，周府、邓越出来自首，得以免去一死，但被禁锢。原吴内史张茂的妻子陆氏倾其家财，率领张茂的部曲充当先锋，讨伐沈冲以报夫仇。沈冲失败后，陆氏到朝廷上书，为张茂剖辩临敌不胜的罪责。明帝下诏赠给张茂太仆的官衔。有关部门奏报说，王敦的亲族王斌等人。 都应当去职除名。明帝下诏说：“司徒王导大义灭亲，尚且将世代宽宥他与王敦的兄弟身份，何况王斌等都是王导的近亲呢？”于是全部不加查问。明帝下诏说：“王敦的重要党羽革职除名，其余僚属禁锢不用。”温教尚书说：“王敦刚愎自负，不讲仁义，残暴杀戮，朝廷无法制约，亲朋不能见之。” 在他幕府中的人，长期畏惧威王，所以人人闭口不言，行路侧目，实在是贤人君子道义终结，实用乖背，只能静待疾恶贯满盈的时候，推究他们的内心，怎么可能安然处之？诸如陆完、刘印、郭璞等人，经常和我交谈，所以我所知甚详。确实是助纣为虐或诱导作乱的人，自然应当依据典型，严惩不贷。 如果是迫不得已沦为奸党的人，我认为应该加以宽宥。我将陆婉等人的真实情况禀报圣上听闻，或许应当承受与贼党同流合污的罪责。但如果默默不言，实在有负于他们的用心。希望陛下依据仁义之道裁决。西渐认为，先王设置有关君臣关系的教义，可贵的是严守节操，唯义献身。 王敦的左力虽然许多是受到逼迫，然而既不能制止王敦叛逆的阴谋，又不能脱身远远离开。依照以往的点则，应该按君臣大义加以责罚。明帝最终听从了温教的意见。冬季十月，任司徒王导为太保，兼领司徒职，以特殊礼仪相待；令西阳王司马兼领太尉职，任英瞻为江州刺史，任刘霞为徐州刺史。 代替王遂镇守淮阴，任苏郡、为溧阳内史，授予羽亮护军将军、温教前将军。王导坚持不受封职。应詹到江州后，官吏百姓不安定，应詹抚慰怀柔，众人莫不悦服。十二月，凉州将领辛晏占据罕县，不听从张骏号令，张骏准备讨伐他。从事刘庆劝谏说：“霸王的军队必须占有天时、人事。” 然后才能出动。心焰凶狂残忍，必定败亡。何必在饥荒的年份大举兴兵，在严寒的时节攻城呢？张俊这才作罢。张俊派参军王志交聘前兆，前兆主刘耀对王志说：“贵州结成与我和好，你能保证这一点吗？”王志说：“不能。”事中徐邈说：“你来与我国结好，却又说不能保证，为什么？”王志说。 齐桓公在冠泽与别国盟会，忧心忡忡。诸侯不等召请自己前来。等到葵丘盟会时，自恃功高，盛气凌人，结果有九国叛盟。赵国的教化，如果长久与今日相似，我可以担保；如果政教衰微，连身边的变化都不能觉察，又何况比周呢？刘耀说：“这是凉州的贤人君子。” 凉州择选使者，可以说是的奇人，于是厚礼相待，送王志返回。这年，代王赫开始亲政，因为下属各部大多不服号令，便在东木根山修筑城堡，移居那里。泰宁三年，已有公元三百二十五年春季二月，张俊禀受原地死讯，隆重哀悼三天，正逢家权出现黄龙。 等人请求改年号以彰显吉祥，张俊不同意。新燕县交韩请降，张俊又收复了黄河以南失地。明帝追赠已故的乔王司马甘卓、戴渊、周余望、郭璞、王成等人官衔。周札的旧僚属为周札申辩冤屈，尚书辩胡平亦认为周札守备石头，开门接纳敌寇，不应当追赠谥号。司徒王导认为。 往年之事，王敦的奸逆行为尚不显明，从我们这些有识之士开始都未能察觉，与周札没有什么不同。觉察王敦的奸逆之后，周札便为国献身，不久导致被杀。我认为应当与周戴渊同样对待。西晋则认为周戴渊因守节而死，周札严引敌寇。如果形势不同而赏赐均等，怎么能劝善举恶？按司徒的评论。 说往年从有识之士开始都与周札没有区别，那么乔王周戴渊都应当承受罪责，有什么理由追赠谥号？现在既然褒扬三位，那么周札应当受贬责就很明显了。王导说，周札和乔王周戴渊虽然表现形式不尽相同，但都是晋人臣的节操。西晋说王敦的叛逆阴谋历时长久，由于周札的开门延引。 致使朝廷军队一蹶不振。如果王敦过去的作为道义上与齐桓公、晋文公相似，那么先帝不就成了周幽王、周厉王了吗？虽然如此，明帝最终还是采用了王导的意见，追赠周札位位官衔。后赵王石勒授予宇文启德归官爵，让他攻击慕容。慕容派遣世子慕容和索头、段国共同抗击，以辽东乡裴仪为右翼。 慕容人为左翼，宇文启德归占据胶水拒抗慕容，派兄长子之子宇文西拔雄抵御慕容人。慕容人攻击宇文西拔雄，将他斩杀。成胜和慕容合力攻击宇文启德归，大败敌军。宇文启德归丢下军队逃跑，慕容慕容人进入他的都城，派清兵追袭宇文启德归，越过国界三百多里才返回。 尽数获得齐国家的重宝，数以百万的畜产，归降的人民有数万。三月，段末故去帝断崖牙立。戊辰，初二，明帝立皇子司马衍为皇太子，大赦天下。前赵主刘曜册立皇后刘氏。北羌王盆踞除归附前赵，后赵将领石佗从雁门京上郡攻击他，俘虏三千多部落，劫获牛马。 羊一百多万头返回。前赵主刘耀派中山王刘越追袭，刘耀屯军富平作为声援。刘越与石驼在黄河沿岸交战，石驼被杀，后赵兵士死亡六千多人。刘越全数夺回被石驼俘获的人员，续产返回。杨南敌攻取仇池，抓获田松，带到面前，左右侍从命令田松跪拜，田松瞪着眼睛斥骂说：“你们这些低足狗！” 哪有身为天子大员却向叛贼跪拜的？杨南迪对他说：“田子代，我将和你共同建立国家大业，你能忠于刘氏，怎么不能忠于我呢？”田松厉色高声说：“低足贼子，你本为奴才，谈什么大业？我宁愿做赵国的死鬼，不做你的臣下。”回身推开一人，夺下他的剑，向前刺击杨南迪，没有刺中，被杨南迪所杀。 晋都尉鲁潜占据许昌反叛，投降后赵。夏季四月，后赵将领石瞻攻袭在邹山的兖州刺史谭斌，谭斌被杀。后赵的西夷中郎将王腾杀死并州刺史崔坤，上党内史王占据并州，投降前赵。五月，朝廷任命陶侃为征西大将军，都督荆、襄、雍、梁四州军事，荆州刺史。 荆州的男女百姓交相庆贺。陶侃性情聪明敏锐，恭敬勤奋，整日盘膝正襟危坐，对军府中众多事务检视督查，无所遗漏，没有一刻闲暇。他常常对人说：“大禹这样的圣人尚且珍惜每寸光阴，至于一般人，应当珍惜每分光阴。怎能只求一游沉醉，活着对时事毫无贡献，死后默默无闻？这是自暴自弃。” 众多参佐幕僚中，有的因谈笑博戏荒废政务，陶侃命人收取他们的酒具和博用器，全都投弃江中；将吏们则加以鞭责，说：“出这种游戏不过是放猪的奴仆们玩的。”老子、庄子崇尚浮华，并非先王可以做点则的言论，不利于使用。君子应当威仪整肃，怎能蓬头光足却自以为宏达呢？有人奉献馈赠。 陶侃一定要询问来路，如果是靠自己的劳作所得，即使价值微薄，也一定喜欢；未免还赐的物品超出三倍。如果不是正道所得，则言辞吝色，呵斥羞辱，拒绝不受。有一次，陶侃出游，看见有人手持一把未成熟的稻子，陶侃问：“你拿来干什么？”那人说：“走路是看到的，随便摘下来而已。”陶侃大怒，说：“你既然不亲自劳作，” 却随便毁坏他人的稻子拿来玩，随即抓住此人鞭打。因此百姓辛勤耕作，家资不缺，人人丰足。陶侃曾经造船，剩下的木屑和竹头都令人登陆，并且掌管，大家都不明白有何用。后来元旦群臣朝会，正逢积雪后开始放晴，厅堂前面残留的积雪仍然潮湿，于是用木屑铺洒在地上。 等到桓温攻伐蜀地时，又用陶侃所贮存的竹头做损定装配船只。陶侃治理事务的仔细和缜密一向如此。后赵将领石生屯兵洛阳，侵犯并劫掠黄河以南地区，司州刺史李举、颍川太守郭沫的军队多次战败，又缺乏军粮，于是派使者请求依附前赵。 前赵主刘耀派中山王刘越率领士兵一万五千人赶赴孟津，派镇东将军呼延模率领荆州、司州的士众从崤山、渑水向东进发，想会合李举、郭沫共同进攻石生。刘越攻克孟津戍、石梁戍，斩获首级五千多，又进军把石生围困在金庸。后赵的中山公石虎率领部骑兵四万人从城高关入内。 与刘越在洛水以西交战，刘越战败，被刘建射中，于是后退保守石梁。石虎设置沟壕和栅栏，把石梁四面围住，使内外隔绝。刘越的势众恶极，杀掉战马充实。石虎又进攻呼延模，并杀了他。刘耀亲自领军救援刘越，石虎率骑兵三万迎击。前赵的前军将军刘黑攻击驻守巴特坂的石虎部将石聪。 大败石聪的军队。刘耀屯兵于金谷，夜间军中突然无故大惊乱，士卒奔逃溃散，于是退军驻屯渑池。到了夜间，军中再次惊乱溃散，刘耀便回归长安。六月，石虎攻取石梁，擒获刘越及其江左八十多人及氐族、羌族士众三千多人，都押送到襄国，并坑杀刘越士兵九千人。 石虎随即又进攻驻守并州的王腾，擒获并杀了他，坑杀其士兵七千多人。刘耀回到长安，穿上素服，停住郊外哭吊，七天后才进城。由于愤懑染病，郭沫又被石聪战败，丢下妻子儿女，向南逃回建康。李举的将士私下密谋背叛投降后赵，李举无力镇压，也率众人南归，手下士众在途中纷纷逃亡。 只有郭宋等一百多人跟随他，结果死在鲁阳。李举的长史崔宣率领其余士卒二千人投降后赵。这样，司州、豫州、徐州、兖州地区全部归入后赵，与东晋以淮水为界。前赵主刘曜任命永安王刘胤为大司马、大单于，改封南阳王，在渭城设置单于台，左右贤王以下都由匈奴。 羯族、鲜卑族、氐族和羌族的豪杰之士充任。秋季七月辛未初七，朝廷任命尚书令西简为车骑将军，都督徐兖青三州军事，兖州刺史，镇守广陵。闰月，任尚书左仆射荀松为光禄大夫，陆尚书事，尚书邓攸为左仆射。右卫将军余胤是元帝元敬皇后的兄弟。 与左卫将军南顿王司马宗都是明帝宠信的人，执掌禁兵，在宫殿内当值，招纳许多勇士为自己的羽翼。王导、雨亮都忌惮他们，经常为此向明帝进言。明帝对他们却更加厚待，宫门的锁钥都交给他们掌管。明帝病重卧床，雨亮夜间有上表呈送，到司马宗那里要钥匙，司马宗不给，斥骂雨亮派来的人说。 这里是你家的门户吗？雨亮更加怨怒。等到明帝病重，不想见人，大臣们无人能觐见。雨亮怀疑司马宗、余胤以及司马宗兄长西阳王司马另有图谋，推门进宫，登上御床，见到明帝时流着眼泪，述说司马和司马宗等人谋议废黜大臣，自己请求辅佐朝廷，要求废黜他们。明帝未采纳。壬午，十九日。 明帝延请太宰司马、司徒王导、尚书令车骑将军西晋、护军将军庾亮、领军将军陆业、丹阳尹温教，共同奉受遗诏，辅佐太子，轮番入殿领兵当值宿卫。又授羽卞为右将军，庾亮为中书令，陆业陆尚书事。丁亥，二十四日颁布遗诏。戊子，二十五日，明帝驾崩。明帝明智敏捷。 遇事有决断，所以能以弱制强，诛灭逆臣，光复国家大业。己丑二十六日，皇太子及帝位，时年五岁。群臣进献国喜，司徒王导因病未到。卞壶在朝上表情端庄严肃地说：“王公难道是关系国家安危的大臣吗？先帝停柩未葬，继位的皇帝未立，这难道是臣子以有病为由辞谢不到的时候吗？” 王导听说后，抱病登车赶到，大赦天下，提升文武官员二级职位，尊与皇后为皇太后。大臣们因成帝年幼，奏请太后按汉代和西皇后旧立临朝听政。太后先后四次辞让，随后同意了。秋季九月癸卯十一日，太后临朝听政，任司徒王导、路上书事和中书令雨亮。 尚书令卞壶辅佐朝政，然而正式的要旨都有羽良裁决。又授予西监车骑大将军陆业为左光禄大夫，都是开府仪同三司。任南顿王司马宗为骠骑将军，余胤为大宗正。尚书赵任乐广之子乐模为郡中王，赵羽民的同族人羽仪为廷尉平。乐模和羽仪各以复命为由不接受。卞壶奏上说。 人没有无父而出生的，职位也没有无事而设立的。有父亲就必然会有父亲的指令，任职就必然要忧愁操心。如果每一个家庭都把孩子视作私产，那么做君王的就没有了臣民，君臣之间的道义也就没有了。越广与民曾经在盛世受到宠信，身体已经不是个人私有的了，何况到了他们的后嗣身上，怎么可以私人专占呢？ 所任命的职务，如果顺从每个人的私心，那么参与战争戍守的人的父母都会命令自己的孩子不复职的勒摩和羽，一不得已各自复职。辛丑初九，明帝入葬武平陵。冬季十一月癸巳朔初一，出现日食。慕容与段氏和睦为段牙谋划，让他迁都。段牙听从了，便离开令支。国内人都不乐意。 段吉陆眷的孙子段辽想篡夺段牙之位，便以迁都作为段牙的罪名。十二月，率领国人攻击段牙，段牙被杀，段辽自立为王。段氏自从误误臣以来，日益强盛，占地西接渔阳，东面以辽水为界。所统领的胡人、晋人有三万多户，能拉弓射箭的骑兵有四五万人。 荆州刺史陶侃因为宁州刺史王坚不能抵御敌寇，这年上表荐举零陵太守南阳人尹奉为宁州刺史，以取代王坚。早先王逊任职宁州时，蛮夷首领凉水太守篡亮、益州太守李惕都背叛朝廷，归附成汉。王逊进讨，不能取胜。尹奉到宁州后，重金聘募境外一人刺杀篡亮成功。 又劝谕李替归降，于是州内安定。代王拓跋贺死，弟拓跋哥纳继立。显宗成皇帝上之上，晋成帝咸和元年丙戌，须公元三百二十六年春季二月，大赦天下，改年号为咸和。前诏任汝南王刘贤为太尉，路上书事；任光禄大夫刘绥为大司徒，卜泰为大司空。刘后病重。 前赵主刘耀问他还有什么话想说，刘后哭泣着说：“我自幼由叔父刘长养大，希望陛下能重用他。叔父刘哀的女儿刘芳，品德和容颜都很出色，希望让她充备后宫，延终即死。”刘耀任刘长为侍中、大司徒、入尚书事，册立刘芳为皇后。不久，又任刘长为太保。三月，后赵王石勒夜间微服出行。 检视查看各营帐守卫，他拿着金箔去送给守门人，请求出门。永昌门首令王甲要拘捕他，因随从人员到来才停手。清晨，石勒召见王甲，任命他为镇中都尉，赐给关内侯的爵位。石勒召见既是参军徐光，徐光因酒醉未到，被贬之为衙门。徐光当值侍卫时，面带怨怒的容色，石勒发怒。 将他连同妻子儿女一起囚禁起来。夏季四月，后赵将领石生侵犯汝南，直获汝南内史祖击。六月癸亥初五，全灵公刘霞死。癸有十五日，任命车骑大将军西监兼领徐州刺史、任征虏将军郭沫，为北中郎将，监察淮北军务，统领刘霞的部曲。刘霞之子刘肇年龄还小。 刘霞的妹夫田房及刘霞的旧将史蝶等人不愿归属他人，共同让刘兆承袭刘霞的就位，而后反叛。临淮太守刘角偷袭刘霞的军营，杀死田房等人。刘霞的妻子是少旭的女儿，骁勇果敢，颇有父亲遗风。刘霞曾经被后赵围困，刘霞妻子一人带领数骑，从万众之中把刘霞救出。等到田房等人打算作乱。 刘霞妻子制止他们，他们不听。于是刘霞妻子暗地里点火，把铠甲兵杖全都烧光，所以田防等人很快失败。成帝下诏让刘肇承袭刘霞的爵位。司徒王导称并不上朝，却私下送别西晋。辩护上奏说，王导破坏朝法，以遂私欲，丧失了大臣的操守，请免除他的官职。虽然此事终止未实行。 但满朝大臣都为此畏惧辩。卞护卞护简朴廉洁，对事物的裁断贴切、直率，任官实干，性格不宽容，不肯随随便便趋同时尚，所以受到各位名士的贬责。阮福对他说：“您常常没有闲暇舒泰的时候，好像嘴含瓦时，不是也很劳累吗？”卞护说：“名位君子以道德恢宏博大，风流倜傥，互相崇尚，那么表现庸俗。” 攀比的人不是我还能是谁？当时游闲贵族子弟大多仰慕王成，谢坤的为人，学为放达不惊。辩胡在朝中言辞利色地说：“违背礼义，有伤教化，没有比这更大的罪过了。”本朝中途倾覆，实在是由此而起。他想奏请剧情治他们的罪，王导、雨亮不听，于是作罢。成汉人征讨越卷人司鱼，战败了他。秋季。 七月癸丑二十五日，关阳列侯应瞻故去。当初王导辅佐朝政，应宽和，赢得人心。等到庾亮主持政事，依法断事，颇失人心。豫州刺史祖约自认为名望和年辈都不比西涧、辩护差，却未能参与明帝遗命，又希望能的开府之后，也未能实现。再加上许多上表辞请，大多不获允准，于是心怀怨恨。 等到明帝一诏褒扬和提拔大臣，又没有祖约和陶侃，二人都怀疑是庚亮删除几名。溧阳内史苏峻对国家有功，威望日渐显赫，拥有精兵万人，军械很精良。朝廷把长江以外地区交付给他治理，但苏峻颇有骄纵之心，轻视朝廷，招纳亡命徒，人数日渐增多，都靠国家供给生活物资。陆院。 水运络绎不绝，稍不如意就肆无忌惮的斥骂。雨亮既怀疑苏峻、祖约的忠诚，又惧怕陶侃的深得人心。八月，任命丹阳尹温教为都督江州诸军事、江州刺史，镇守武昌。任尚书铺设王书为会稽内史，用以扩大声援。又修石头城，防备他们。丹阳尹阮福因为太后临朝听政。 正是由皇帝的母舅一族把持。对自己亲信的人说：“如今江东朝廷创业的时间不长，君主年幼，时事艰难。羽亮年轻，德行和信誉却未能使人信服。在我看来，祸乱将要发生了。”于是自请出任广州刺史。阮福即阮咸的儿子。冬季十月，历成帝母后的弟弟于越为吴王。南顿王司马宗自认为不该丢失官职。 心怀怨恨，平素又与苏峻交好，庾亮想杀他，司马宗也想废黜庾亮，自己执政。御史中丞钟雅弹劾司马宗谋反，庾亮派右卫将军赵胤拘捕司马宗，司马宗领兵抵抗，被赵胤所杀，家族被贬处改姓马氏。三个儿子司马绰、司马超和司马衍都被贬为庶人，又免除西阳王司马太宰职务。 降低封爵为益阳县王，大宗正余胤被降职为贵阳太守。司马宗是皇室近亲，司马则是先帝的太保、太傅。雨亮轻易的杀戮和废除他们，由此更加失去众人之心。司马宗党羽变产逃奔苏俊，雨亮发下朝廷符令，让苏俊把变产送来。苏俊藏匿保护，不交给朝廷。司马宗之死，成帝不知道。过了许久。 成帝问雨亮说：“往常的那个白头公在什么地方？”雨亮回答说：“因谋反，已经伏诛。”成帝哭泣着说：“舅父说他人是叛贼，就轻易的杀了他。如果别人说舅父是叛贼，该怎么办？”雨亮恐惧变色。前赵将领黄秀等侵犯县，顺阳太守为该帅示众逃奔襄阳。后赵王石勒用程遐的计谋。 营建邺地工事，让王世子石弘镇守邺，配备禁兵万人。车骑将军所统领的五十四营全部配属在那里，并让骠骑将军兼门臣祭酒王阳专门统领六营，辅佐石宏。中山公石虎自认为功劳多，没有离开邺地的意思。等到修筑三台，让石虎家迁移，石虎因此怨恨城下。十一月，后赵石聪进宫寿春。 祖约屡次上表请求救援，朝廷不出兵，石聪便侵犯群求、赴陵，杀死、掠夺五千多人。建康为此大为震惊，朝廷下诏授司徒王导大司马、驾黄都督,督中外诸军事来抵御石聪，驻军在江宁。苏俊派部将韩晃进击石聪，将他赶走，王导解除大司马职务。朝廷议论又想兴修图堂。 用以阻遏胡夷寇掠。祖约说：“这是弃我不顾，更加心怀愤恚。”十二月，几民太守刘等人杀死下邳内史夏侯嘉，占据下邳反叛，投降后赵。石瞻进攻，在朱棣的河南太守王瞻攻了下来。彭城内史刘续再次占据兰陵的石城，石瞻又攻取了石城。后赵王石勒任命衙门将王波为济世参军。 典长平定九流高下，开始设立秀才、孝廉考试经策的制度。张俊畏惧赵人的逼迫，这年游陇西，南安迁徙民众二千多家道姑臧，又派使者和程汉修好，写信劝程汉主李雄除去皇帝尊号，成为东晋的藩臣。李雄复信说：“我过分的被士大夫们推举，但我自己本来无心当帝王。” 想成为晋皇帝的守功大臣，扫除世间的妖气和尘埃。但晋王室国运衰微，恩泽和声望不振。我翘首东望晋王室，已经有些年月了。正巧接获您的赐札，情理与我心中所想暗合，还有什么可疑虑的呢？从此相互使者交聘不断。咸和二年，丁亥，公元三百二十七年，春季正月。 朱提太守杨树和成汉将领罗恒在台登交战，杨树兵败身死。夏季五月，甲申朔初一出现日食。前赵的五位将军刘朗率领骑兵三万人攻袭在仇池的杨难敌，不能取胜，劫掠民众三千多户返回。张俊听说前赵军队被后赵击败，于是自废前赵官爵，恢复称用晋朝大将军。 凉州牧的名号，太武威太守窦涛，金城太守张郎，五星太守辛炎，杨烈将军宋吉等人率兵众数万人，会同韩仆攻略前赵的秦州诸郡。前赵南阳王刘印率兵攻击屯军敌道，喊护军辛延告急。秋季张俊，张骏派韩仆、辛炎救援辛延。韩仆越过沃干岭，辛炎想速战速决，韩仆说。 夏末以来，太阳、星辰之象多次变化，不能轻举妄动。况且刘耀正在和石勒互相攻击，刘胤必定不能长久的和我们在此相持。与刘胤隔着洮水相持七十多天。冬季十月，韩仆派辛延从京城督运军粮。刘胤听说此事，说韩仆的兵众超过我方十倍，我们军粮不多，难以持久。现在狄鲁分兵运粮。 这是天赐良机，如果击败辛延、韩普等人不战自溃，于是率领骑兵三千突袭到达沃干岭的辛延，辛延战败。刘晏随即前逼韩普军营，韩普兵众大多溃逃。刘晏乘胜追袭败逃的兵众，渡过黄河，攻取了令居，斩首二万级，进而占据阵武。河西未之大为惊骇。张郎、辛延率士众数万人投降前赵。 张俊于是失去黄河以南的地域。雨亮认为苏俊在溧阳，终将造成祸乱，想下诏征召他进京，为此征询王导的意见。王导说：“苏俊猜疑阴险，必定不会奉诏前来，不如暂且容忍他。”雨亮在朝中说：“苏俊狼子野心，最终必会作乱。今天征召他，纵然他不听从上命，造成的祸乱也还不大。如果再过些年， 就无法再制服他，这就如同汉时的七国对朝廷一样，朝臣无人敢劫难。只有光禄大夫辩胡争辩说，苏俊拥有强大的军力，又靠近京城，路途用不了一个早上便可到达。一旦发生变乱，容易出差错，应当深思熟虑。雨亮不听，辩胡知道雨亮必会失败，写信给温教说，雨亮征召苏俊的主意已定，这是国家的大事。 苏俊已表现出骄狂的样子，如果征召他，这是加速祸乱的到来，他必定会挺起毒刺面对朝廷。朝廷的威力虽然强盛，但不知道果真能擒获他否？王导也同有此意。我与雨亮争辩十分恳切，但不能拿他怎么样。我本来想让足下在外任官作为外援，现在反而恨足下在外，不能与你一同剑指他。 我或许会追从你的温教，也多次写信劝阻雨亮。满朝大臣都认为此事不可，雨亮全然不听。苏俊听说此事，派司马和仍见雨亮，说征讨贼寇在外任职，无论远近，我都唯命是从。至于在朝内辅政，实在不是我能胜任的。雨亮不允许。征召北中郎将郭沫为后将军，兼领屯骑校尉。 任司徒右长史宇兵为吴国内史，都统领军队防备苏峻。宇兵即宇亮的兄弟，于是颁下礼遇优厚的诏书，征召苏峻为大司农，授予散骑常侍，赐位特进，让苏峻兄弟苏毅带领属下不取苏峻上表说：“昔日明皇帝拉着下臣之手，让我北伐胡寇，如今中原尚未平定，我怎敢贪图安逸？” 乞求给我青州界内的一个荒远州郡，让我得以施展朝廷鹰犬的作用，又不获同意。苏俊整装准备赴诏，但又犹豫不决。参军任让对苏俊说：“将军您请求处居荒郡，都不获允许。事情已发展到这样，恐怕已无生路，不如领兵自首。傅灵令匡恕也劝苏俊造反，苏俊便不应从诏令。温教听说此事。 立即想率士众下赴健康防卫，三吴之地也想出动一兵，庾亮都不同意，却写信告诉温教说：“我对西陲安危的忧虑，要超过对溧阳苏峻的忧虑。足下不要越过雷池一步。”朝廷派使者面遇苏峻，苏峻说：“朝廷大臣说我要造反，我哪有活命呢？我宁肯由山头观望廷尉，不能由朝廷回望山头，以助国家危如累卵。” 无我不行。现在狡兔已死，猎犬就该烹食了。我就是死，也要向出谋者报仇。苏俊知道祖约怨恨朝廷，于是派参军徐慧拥戴祖约，请求共同讨伐庾亮。祖约大为高兴，侄子祖志、祖衍也一同劝说促成。侨国内史桓宣对祖志说：“本来因为强大的胡寇未灭，准备同心合力征讨。” 使君如果想成就雄霸的功业，为何不帮助国家讨伐苏峻？这样威名自然确立。现在却和苏峻一同谋反，这哪能长久呢？祖志不听，桓宣到祖约处求见，祖约知道他想劝谏，拒而不见。桓宣于是与祖约断绝关系，不和他同流合污。十一月，祖约派兄长之子配内史祖焕女婿。 淮南太守徐柳带兵与苏俊会合，祖逖的妻子是徐柳的姐姐，一再劝谏，祖约不听。朝廷下诏重新任命卞壶为尚书令，兼领右卫将军，让会稽内史王叔代行扬州刺史职务。吴兴太守于谈督,督察三吴等郡的军事。尚书左丞孔坦、司徒司马丹、洋人逃回向王导进言，请求乘苏俊未倒之时。 急速截断傅陵的通路，把守长江以西当立等路口。敌寡我众，一战即可决胜。如果苏峻还未到，可以进军威逼其城。如果现在不先行前往，苏峻必会先行到达。苏峻一旦到达，那么人心危惧惊骇，就难以与他交战了。这种时机不能失去。王导认为很对，雨亮却不听从。十二月辛亥初一。 苏俊派部将韩晃、张健等人攻陷姑孰，夺取食盐两米。庾亮这才后悔。壬子，初二，彭城王司马雄、张武王司马修背叛朝廷，投奔苏俊。司马雄是司马氏的儿子。庚申，初十，京城戒严，受庾亮符节，都督,督征讨军事事务，任左卫将军赵胤为溧阳太守。 让左将军司马流领兵据守慈湖，抵御苏峻。又任前舍生校尉刘超为左卫将军，是中储执掌征讨军事。雨亮让兄弟羽翼以平民身份统领数百人，守备石头。丙寅，十六日，成帝改封狼邪王司马昱为惠稽王，改封吴王司马越为狼邪王。宣城内史桓疑想起兵赴朝廷之难。 他的长史必会认为郡内兵员既少且弱，山地居民经常骚扰，应当暂且按兵不动，等待时机。桓疑脸色严厉地说：“见到对君王无礼的人，要像鹰追逐鸟雀一样对待他。现在国家危急紧迫，按道义不能安处新位二十一日。”桓疑进兵屯驻芜湖，韩晃击败桓疑乘势进攻宣城，桓疑退走，保守广德。韩晃大肆劫掠各县。 然后，海军徐州刺史西建想率领所部赴国难，朝廷下诏以北边寇贼不宁为由，不同意。这一年，后赵中山公石虎攻击代王拓跋哥那，双方战于巨柱山行北，拓跋哥那战败，迁都至大宁以避敌祸。代王拓跋玉律之子拓跋逸怀居住在舅父的贺兰部，拓跋哥那派使者要他，贺兰大人矮头卫护着不让走。 拓跋哥那和宇文部共同攻击矮头，不能取胜。